迎风奔跑，拼功夫闯大世界，一身热血燃烧，闯出人间正道，要不邪恶起来，英雄出自少年，心下仗义最自豪，少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已被恐惧打败。啊？他已被恐惧打败？性格两极，一是自强，斗心无限，屡败屡战；二是自弱，信心尽失，屡战屡败。我们北宗的传人，每一个都是充满斗志的。稍安勿躁，且看宫中原委。孙大哥，稍安勿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是忘不掉？只怪我当初好胜心强。孔俊，你出来！暴雨梨花针。去了哪里？在这里。好巨大！不要，不要啊！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，不要啊！孙大哥他以前是战无不胜的，只有一次的失败，就只有一次，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？此乃败后恐惧，挥之不去。难道说孙大哥就只能这样下去了？天下果真无不败之人。孙大哥，你放心，我尉迟一定会帮你收服恐惧怪，帮你报一箭之仇的。打开你的心扉，让我帮你清除内心邪恶。哼，尉迟，如果恐惧怪真的在我心内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其实我也一直在找恐惧怪。我可真够笨的。没错，如果孙大哥内心真的藏有恐惧怪的话，侠王前辈哪有不察觉的道理啊？请教孙兄，真正的恐惧何在？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我被恐惧怪打败之后，心知再难成为北宗掌门，之后便脱离天门。我一直在想，到底我之后会怎么样？我应该去哪里？我全然不知。越想就越害怕，原来人的恐惧是来自不能预计的事情。恐惧是来自不能预计的事情。对，恐惧乃发自内心的陌生。但为了自己，我真的希望能亲手收服恐惧怪，去除我内心的恐惧。屡败屡战，果然是仙门好汉。不过说是这样说，但我不知道我再次面对恐惧怪的时候会怎样。孙兄一直漂泊，就是为了寻找恐惧怪。是啊，孙大哥，你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啊？孙兄一直漂泊，就是为了寻找恐惧怪。是啊，孙大哥，你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啊？就是为了寻找恐惧怪，就是为了寻找恐惧怪。你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啊？你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啊？不错，火蚁剑的威力比以前不遑多让。你终于出现了，
嘿，老孙，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！啊？真的是你啊！无忌，如何？没看见药王内心有任何负面情绪和妖怪。哼，不是说过了吗？要是孙大哥内心藏有妖怪的话，萧王前辈怎么会察觉不到呢？就是说嘛，只要看清楚了没有就行了。尉迟，我们知道你担心你的。